原来美队和钢铁侠结合之后居然可以这么性感啊。刘哥，你介绍的玩具都太贵了，有二三十块钱的钢铁侠吗？要正版的。二三十块正版钢铁侠，你找一个给我看看，怎么可能有正版魔力风暴漫威钢铁侠手办39块钱？不会吧，还真的有啊。这个东西你买回来不会是一个什么邪神手办吧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么便宜的价格号称是正版，就算它是一坨屎我都要买回来尝尝咸蛋。所以说立刻下单，兄弟们等我好消息哦。 Tomorrow当当当当，39元正版钢铁侠到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包装盒呢挺像那么回事的，漫威 logo 都有，看来确实是正版的。这套魔力风暴漫威无限传奇系列，我直接买了7盒，除了钢铁侠，我把美队和小蜘蛛也都拿下了。里面的零件数不算多，也就几小包，拼起来呢倒是非常简单，基本上2分钟就能够拼好，别说我这种中年手残了，5、6岁的小孩都能够轻松搞定。OK， 那么这套39元正版漫威手办全部都齐活了，一起来亮个相吧。从左到右分别是钢铁侠马克3、4、6、50、85，还有美队和钢铁蜘蛛侠，每一个角色都带一个专属的场景地台，地台呢还能够拼在一起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么一搭配的话，这39元的手办看着还挺有气势的。这里面最出彩的就是这款金属色的马克6了，身形比例做得很不错，12公分的小尺寸完全就是一个掌中宝，放裤兜里更是方便，顺手牵羊一拿一个不吱声。配件有2对火焰特效件，装上后把一个腾空起飞的 pose， 好家伙，如果不说它只有12公分，我用这39元装一个390的正版马克6好像也能忽悠得过去啊，最强装叉神器非他莫属。剩下的几款里面，马克85做的也不错，地台上还挂着一个盾牌，马克3、4、50涂装会逊色一些，但该有的细节也都有。小钢珠有涂装有猪腿，摆一个发射蛛丝的 pose， 帅的嘞。美队盾牌和雷神之锤都带了，请问紫薯灭霸何在？如果你愿意，最炫混搭风也不是不可以哦。美队的头，小蜘蛛的身，托尼的小蛮腰，马克6、马克85，一人一条腿，怎么样？这是我创作出来的魔玩圈最新超英，我叫他刘美铁珠。他的超能力是让所有看视频点赞的兄弟们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家人幸福。愿意接受这份超能力的兄弟们，把接字打在公屏上啊。总之这套正版漫威手办居然还挺香的，反正我玩得很开心啊。谁说玩具一定要玩贵的呢？39元带来的欢乐一点也不差嘛。有手艺的兄弟们给本体地台上一个色，绝佳的重涂改造的胚子，把39元改造成390元的样子，那才是真本事呢。改好的兄弟们记得私信我。 OK， 这视频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